大家好，欢迎回来吉拿手。今天我们一起学习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这首曲子的左手伴奏形式呢，是我们之前都有练习过的，所以这首曲子的旋律比前面几首的旋律呢要稍难一点点。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吧。我们先讲左手音型弹奏提示，这里呢主要是一个小节有两个和弦，那这些左手呢都是以八分音符为主，应该说全是八分音符了。那这里呢，我们数拍子呢就用八分音符为一拍这样去数，而且呢，每一个和弦里面呢，我们就把它分开，所以呢，就是一个和弦呢，我们基本上都是一二三四。比如说这个低和弦，一二三四，到下一个升 Fm 和弦呢，也是一二三四这样去数。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和弦它到底是怎么组成的。比如说这个低和弦，低和弦肯定是 re 升发拉，对吧？然后呢，把中间这个呢跳高1/8度，所以呢，我们在弹的就是这三个音，从这个到这个到这个再回来，啊，后面的所有和弦呢都是一样。中间这个呢，我们可以用三或者用二都行，用三也行，用二也行。注意一下，是每一个和弦呢都要换一次踏板。好，第二个升 Fm 和弦，升 Fm 和弦呢，它是这样的，啊，升发拉升哆，把中间这个拉往前跳，所以呢，它就变成这样，二三四，啊，Bm 和弦，Bm 和弦呢，也就是 C re 升发，啊，那 C re 升发呢，就把中间这个跳到前面来，高1/8度，一二三四，那 Em 和弦呢，就在这下面。这里没有任何的升记号，也是把中间的这个嗦跳到上面来，咪西嗦西。好，那 A 和弦就是拉升哆咪，把这个升哆跳高1/8度，一二三四。啊，这里呢只有两拍的。G 和弦呢就是啊嗦西瑞。那当然这个呢它是一拍里面呢只有一个和弦的。那这种弹法呢就是跟我们之前是一样，就是这样。1/8度加这个 re，啊，这个之前弹过，我就不详细讲了。中间那个全部用二也可以，啊，后面那个 A 和弦也是，只是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声多就好了。那 Bm 和弦也是。好，当我们练熟了左手以后呢，我们就直接看这个旋律。那踏板呢要先踩上，直接踩着。然后第一个呢是16分音符，所以呢它要快一点。后面的两个是8分音符呢，就慢一点。注意啊，我们左手呢是以8分音符为一拍这样去数的，所以呢一个小节里面有两个和弦呢，就一个和弦呢就数一二三四，下一个和弦也要重新数一二三四，这样呢会比较清晰一点。到第一个低和弦4分音符对左手两个一、二，16分音符啊，这里换个手指换成一，16分音符两个16分音符等于左手的一个三四，啊，这个你要注意是 re 咪升发，然后咪拉直接按下去，一二三四，这个连在一起了，所以呢等左手自己去弹就好了，这个一直按住。左手升 Fm 和弦，一、二、三，第四的时候呢就上来用二弹这个 C，啊，最后一个对右手的两个，记得升哆，然后这个直接用一四，刚刚用二三，然后这个一四拉 re，也是4分音符对左手的两个一、二，这个时候呢我们右手整个下来用5 5 4 3，然后直接一四就刚刚好了。好，然后这里呢又继续按住，继续按住了以后呢，我们左手又回来，这个升 Fm 也是跟前面一个小节一样，一、二、三、四，又来一、二、三、四，一、二，那这里就不一样了，这里呢要到升 Fm 的第三个，就要弹这个三、
是，好，这个呢又连到下一个小节了，所以左手的第一个呢自己弹啊，右手按住 ，EM 和弦一，然后这里建议换个手指，换成三、二、三，然后最后一个对右手的两个直接一次 C 升发 ，A， 那这里要注意的，这里呢它是个负点八分音符，所以我们以前数过啊，就是一、二、呀、三、四啊。注意它是二的后面三的前面那个十六分音符啊，这里的两个手呢稍微有点交集，所以呢要注意一下，一二呀，这个右手弹了，然后这个升发要跟左手的升多一起下去，三四啊，又回来跟开头是一样了，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好，那到右手的这个呢，这里其实是比上面那个 A 和弦的比较简单一点，这是带第三的时候直接把这两个弹了，三四的四就左手这里弹就好了，好，下来一起一二三四的时候一起四一二三四一二，这里也是三的时候把这两个弹完啊，手法拉三四下来 C 升发，这个就是在一的时候弹完，在二之前就要完成这个一二三四，这样 G 就是一个小节一个和弦，所以呢要数八下，一二三四五的时候拿起来，六时候再弹这个 re， 六七八按住，下一个 D 也是整一个小节都是 D， 所以呢要数八下，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时候放手上来，八还是这个一二，好，这个时候呢右手换手指换成五五四三，然后这一二打开米拉，哎，然后到后面呢用四二升法拉，啊，这里指法会比较麻烦一点，所以呢这里多加练习，一二三四，一二三换四，啊，这里又是一个小节一个和弦，一二三四，按住。五，左手自己弹，六的时候再一起弹，六七八，最后一个呢是要在八的后面，八 A 也是八个，一二三四，按住五六，到后面的时候右手换手指，二四五啊，换成二四五，到七的时候再弹这个七八，按住左手 BM 和弦，也是一整个小节都是它的，一二三四，是不是要打到打到那去放手，没关系，因为我们踏板是踩着的，五六七的时候一起，然后上来用五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后面呢 AM 和弦还是整个小节都是它的，注意后面那个十六分音符呢是要在啊第六拍的后面第七拍的前面，一二三四五六啊，然后七的时候对右手的两个这里用二一二三七八下来，那这里呢我们要先看清楚右手用什么指法，一开始这个呢用一四，然后就一一一，后面是五，就刚好弹这个嗦升发，这里用一三弹拉咪啊，这个四三就刚刚好了，好，这个时候呢一二就弹 C re， 哎，这个地方呢要跳回来的，这个地方要多加练习，我们先到这里，啊，两个手一起来，
三四，上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所以这里就比较快的，按住左手第一二呀啊，这个呢是在二的后面，一二呀三四，后面就跟上面是一样的，再来一次，第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这里还是一样，一二，哦，这里呢稍微多了一些音符，三四，但是整体上还是一样的，三四。好，这里这个D呢后面是连续的，所以我们这个左手可以直接把它跟下一个小节那个四二拍的那个小节呢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八个的，一二三四五六，但是在第七的时候呢就要到那个声发七八。好，那这里就跟上面是一样，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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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 G 还是数八个，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时候呢右手下来，当然你用一也行，或者是都可以，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最后加一个让我欢喜让我忧就讲完了。最后给点建议，大家在右手换位置或者是比较容易弹错的地方做上指法的标记，而且呢先把右手旋律部分先练熟，然后再跟左手合起来。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赶紧去练琴吧，拜拜。